万象城。公交车上人好少，看一下外面的。我们现在到万象城啊，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万象城的三楼，从这儿可以看到夜景，然后那边有岩廊，太原小上海哦。看一下太原这边的岩廊，从这儿可以跨到那边去。这个是一走就亮的台阶吗？是吗？我们现在从这边过去。我现在在这个岩廊上面，可以看到那边的喷泉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天，现在这边好棒啊！看一下这边的车流，街道干净整洁，绿化也是很棒的。看一下它的下文山下剧院，它的设计感更强，规模更大。找了个山西剧院图片做对比。现在我们在往回走的路上，总体来说，太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在不断提升。道路桥梁四通八达，生活比较悠闲，各地美食都有，物价水平比较低，环境治理的又很好。欢迎大家来太原玩哦。好啦，本期就这么结束啦，拜拜。